Good shot.好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啊、大家晚安。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 Fort Worth 这个城市，距离达拉斯大概有一个小时的距离。现在正在进行中的是 Charles Schwab 挑战赛。我们今天早上是安排在7:43开球，跟我们同组的是来自 Arkansas 的 Austin Cook。以及大家很熟悉的 Jason Dolphiner。 那么德州呢，其实已经现在进入夏天了哦。那在这一个星期雨水降雨量非常的多，那还好在比赛开始的今天呢，今天没有预估是不会下雨，然后会起一点风。那我们这一周的前两天出发时间呢，今天早上是7:43，明天会安排在中午出发。那么比较特别的是呢，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跟大家介绍一下，是Colonial Country Club， 它是Ben Hogan 的以前的球场。那这场比赛在这里举办呢，今年是75年，今年他们在庆祝这场比赛在这个球场举办75年，有非常长的历史。那么在美巡赛上面呢，其实最重视的就是历史，这是美巡赛的资产哦。那有历史的球赛通常呢，不管是在观众的进场人数都会一直都会蛮稳定的。那么过去在这里，小潘曾经打过非常好的成绩，在2019年的时候呢，他在这边是打出了并列第三的好成绩。那曾经在这里夺冠的人，像 Daniel Berger、Jordan Spieth， 上一届是2019年的时候是 Kevin Na。 那这个球场呢是很典型的tree line 的球场。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在第一栋是一个右狗腿的五杆洞。那小潘呢已经很漂亮的第一个开球，今天穿是蓝色的裤子，黑色的上衣，很漂亮的可能开球，现在开在果岭的球道的正中央。那大家今年会发现CT 的开球距离在今年有很明显的增加。那么我们有发现这不管是在Quail Hollow 球场，我有前三周的那一场比赛，或是在今年的 Riviera Country Club， 很明显的对
整个球场的策略上面，因为大概增加了10码的距离，那么策略上面有很大，多了很多的空间可以发挥。现在移到一个好一点的位置。那么在沙坑这边的是 Austin Cook。Austin Cook 没有在沙坑，他应该是在左侧的长草。刚刚 Austin Cook 应该是 lay up 吧，那么接下来击球的是在穿红色衣服在右镜头右前方的 Jason Duffner， 那小潘是身穿蓝色裤子，那么开球开得非常好，现在在球道上面，这是一个右狗腿的五杆洞。OK， 刚刚小潘第二杆呢是在三号木球往果岭的右前方去，不是很确定球位啊，我们往前来看一看。那么现在很明显大家看这个树梢哦，起风了。那很典型的，在这个球场大部分的时候都会起风。那么这是一座非常有历史的老球场，那么每一年呢，全美国最好的男子业余选手的颁奖典礼 Ben Hogan Award 也是每一年都在这一场比赛的举办之前来颁发公布这个奖项。那小潘曾经在最后一年大学毕业之前呢，我们也曾经来过这里，他当时是最后的三强哦。那当年被颁发这一个具有历史的奖项的得主是现在的西班牙名将 John Rom。 我们来看看小潘第二杆打到什么地方。那么今年是第75年，有非常长的历史。那早上的时候观众进来的还会比较少一点。那在这个球赛就球场观赛是很愉快的，因为洞与洞之间的距离其实都很靠近。那美巡赛现在已经逐渐的大家看到都开放观众进场了，然后疫情过后的美国呢，就是一票难求啊。现在那现在在球道上要打第三杆的是Austin Cook。好，我们来看看 CT 会走到哪里哦。刚逆光不太看得清楚球的落点，那
Dolphin 人现在要打他第三杆，这是一个右狗腿的 Par 5无杆洞。可以看到郭令哦，被那个大大小小的沙坑给包覆着。好，我们现在来看看 CD 的球在什么地方。他刚刚是以三号木打第二杆，那今天的旗杆位置，他的落点应该是在果岭的右边，那应该是不希望球位不错，那个旗位是在果岭的左边，所以应该会留下蛮多的腹地可以滚动的。那么在美巡赛上呢，其实公果岭的这一杆非常重要哦，因为美巡赛的旗杆设置果岭的速度，再加上果岭周边的这一个长草的设定，如果第二杆就是公果岭的那一杆的位置不对的话，常常会有还蛮惨烈的后果，所以策略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看 CT 的球位，我们来看看。不好意思哦，有点晃动，赶快来找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应该是在长草。果岭边的长草的位置，好的，大家应该可以看得清楚。非常好哦，刚刚 CT 从长草切过来，这应该大概剩下个2到3尺，剩下一个2到3尺的 birdie 推杆。好的，刚刚小潘呢第二杆打到了这一个果岭的右方的长草，那么刚很漂亮的切了一个大概剩下2到3尺的剩下 birdie 的推杆。那么我们再一次告诉大家，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德州的 Fort Worth Colonial 殖民地乡村俱乐部。那么跟我们同组现在要推杆穿红色上衣的是 Jason Dolphiner， 这是他的 birdie 推杆，不是很清楚大概多远，但应该有10尺以上吧。那这个球场呢很有历史，所以都是非常漂亮的老树哦。是的，这是嘉信理财挑战赛，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是第一轮。小潘今天同组的是Austin Cook， 现在正准备要推杆的左边的这一位，这是他的 birdie 推杆。
刚刚小潘从国领边第三杆也打得很漂亮，那现在剩下一个大概两到三尺的 for birdie 推杆。有的，我们谢谢关心。在今年四月的时候，我们已经打疫苗了。那要特别谢谢这个我们台湾在这边的乡亲哦，就是在德州开放疫苗给大众的时候，安排了我们第一天就去打了。Johnson & Johnson 的疫苗，所以一次就解决了。好的，现在是小潘他的 birdie 推杆。Nice birdie。恭喜小曼，我们现在在 This is part 5. Oh yeah. This is Heidi. You're on Facebook Live now. Say hi. Oh my god. To the fans in Taiwan. Hi. Hi. Hello everybody. 这是我们，这位是我们 Caddy 的太太 Heidi. 好的，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二洞。这个球场的特色呢，就是它很多树，然后很窄。那这是很多的狗腿洞啊。那小潘现在用的是 driver。好，这洞没问题，开球漂亮的开在球道上面。这场电视还是有直播，但是美巡赛的直播他们通常是大概接近中午才会开始工作，也配合美国这边的转播时间，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电视转播的工作人员都还没有出来。是的 ，CT 的driver 的长度是46寸。现在要开球的是 Austin Cook。那现在穿着红色上衣要开球的 Jason Dolphiner， 刚刚 CT 已经在第一洞抓下了这场比赛今天的第一只小鸟，第一只 birdie。谢谢大家，因为这一场比赛的特色呢，就是因为球场还算好走，然后洞与洞的之间呢都非常靠近，所以对于观众来，每一年这场比赛的观众数量都是非常的多。那因为现在是早上的时间，观众还比较少一点，大概过了大概10点左右就会是满满的人潮，那么看球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愉快的。那第二洞
这一小潘已经顺利的把球开在球道上面。今天早上蛮凉爽的，然后已经开始起风了哦。像我刚刚讲的，这一场比赛通常我们在开玩笑，就是一周内常常都会经历各式各样不同的天气。那么球员这一周其实在周一周二的时候他们都不太有办法练球，因为球场封闭，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所以一直到星期二的下午四点，现在还好太阳下山的比较慢，那一直到四点球场才正式开放给选手练球。那么今天也是小编第一次就是这一周进来球场，那么在疫情期间管制很严格，不过很开心的是呢，从这个下周开始，因为美巡赛选手呢基本上陆续疫苗都已经打完了，所以下周开始太太们打完疫苗的也可以就是进场，然后也可以就是进到 clubhouse 里面恢复正常。不然过去一年我们都在外面流浪啊，找洗手间啊，然后很多很多事情都变得非常的不方便，不过还好这个疫苗推展得很快，然后所以现在有检测能量也出来，那么还没有打疫苗的选手跟太太们呢还是可以正常的有这个赛前的筛检，所以我很开心下礼拜我终于可以历经一年之后回到这个久违的球场会馆。我们来看看 OKCT 的球很漂亮的开在球道的正中间哦。那么因为美巡赛有所谓转播的一些规定，所以我们不能够携带很大型高端的这一个设备进来，所以我只能用简单用我自己的手机做一些简单的直播，也不能直播太长的时间。非常漂亮，这一栋不是一个长的洞，那么不好意思撞到了 CT 用 driver 开得很漂亮，另外两位选手都在右边的沙坑里面，所以 CT 应该是剩下一支 wedge 的长度。对啊，这个球场非常漂亮，都是百年大树。对，球员走得很快，所以我在帮他们背球的时候呢，就是疯狂的赶路。其实当赶地要做的工作比大家想象的多很多，你要确认毛巾永远是很湿的，然后要擦得很干，然后要注意留意很多的细节，像球员球在沙坑里面的时候呢，他如果打上果岭了，那例如说我是另外一个球员的杆地已经在果岭上，我就要记得去帮另外同组的这个球员擦球，因为他的球员他的杆地正在爬沙，那爬沙也有规矩，如果没有爬好的话会影响下一位击球的球员，上一次就曾经有Caddy 没有把沙爬好，然后还有球员的球位变得很糟糕，然后那个杆地就回到这个 Caddy 的休息室以后就大骂说那一个沙坑到底是谁爬的。
那因为在这个美训赛上真的是每一杆都很重要也很竞争，所以就是大家要共同来维持，尽量让我们的这个场地比赛的环境可以对每一个人都尽量的哦，可以公平，所以爬沙是很重要的。CP 现在手上我不确定是什么球杆，可是我非常确定是一只 wedge， 是它的紫色的 shaft， 紫色的杆身哦，它有四只 wedge， 我们来看看 ，be good， 哦，打得不太好哦，好像打到果岭左后方，现在不知道位置是什么，不知道是起风了还是怎么样。我们来看看，早上松鼠都出来了。Hey squirrel， 那这个球场距离不长，但是都是狗腿，有很多的树木，然后果岭都小小的，所以非常考验这个球员的精准度。看看 CT 的球到哪儿去了，他应该是非常的积极要进攻哦，好像打了一些，还好看到了，球还在果岭上面。这个再次让大家说一声抱歉哦，因为美巡赛规定我并不能带着比较好的，像是比较好的机台，只能用手机直播，所以晃动的情况会比较严重，我又要走路。那么现在是 Austin Cook 的第三杆 set 哦，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美巡赛果岭周遭的长草都非常的长，然后加上果岭速度又快，常常又是这个下坡切杆的时候，就会非常的精彩刺激。现在轮 CT 要推杆，今天身穿这个蓝色的裤子，黑色的这个迷彩的上衣。那我们很喜欢这个新的衣服，叫做牌子是 Black Quail。那么它这个品牌其中的股东之一其实是墨西哥名将 Abraham Ancer。所以我们都开玩笑说，因为 Abraham 也不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选手，那我们很难得有遇到可以让穿在这个 CP 这么娇小的身材身上这么合身的衣服。好，现在是一个 birdie 推杆，应该有个二十几尺吧。今天大家看到那个果岭的滚动，其实速度再走再走走 ，go in， 非常漂亮哦 ，good putt。大家可以观察到，其实前两天下的雨量是很惊人的，就是整个球场关闭，好 ，CT 一 part 结束，这一栋第二栋球场的雨量是很惊人的哦，然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排水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果岭的 condition 大家可以看到滚动也很漂亮。
们现在是光线不太好，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逆光的角度在拍摄。那么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这个球场大家真的有机会来观赛的话，如果有在犹达拉斯的这个球迷朋友的话，可以来看球，因为很舒服，每一栋都很靠近，球场也很平，很好走。那么球员其实都很喜欢这个早上，只要不要太冷，早上开球出发，因为果岭的平整度比较高，通常下午的球是比较难打的，因为通常晒太阳把果岭晒得很越来越干，风也吹得越来越干，再加上100多个人走这个踏在草皮上面，果岭到下午的平整度，尤其是在波维纳草上面，就会弹跳的比较厉害。多半来说，球员都是喜欢在这个早上的时间开球。那我能直播几栋就直播几栋，希望这个明星赛不要来找我麻烦了。好，刚刚 Austin Cook 的吞下了一个 bogey， 现在是 Jason Duffner 的 Joe Parr 推杆。那就下了 par， 然后镜头开始晃动，赶快奔向第三栋的 T 台。看吧，告诉大家，非常的靠近。4.83码做狗腿的 par four，
好的，三个球员都已经在第三栋的 T 台开完球，然后我要开始赶路了。看到，顺便带大家欣赏欣赏这一个美学赛的殖民地乡村俱乐部，非常知名。这里的会员人很多，然后很贵，然后每一个人一年可以约到的打球次数非常少。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扫 QR code 呢，就可以就会帮你介绍说这一个洞球员击球的状态，然后还有过去的一些历史。那么这一个洞，我们现在走在这个第三洞，它是一个483码，现在是逆风哦，所以是一个算是很困难的长的 par 4，又是左勾腿。不好意思哦，有点晃动，因为小编只能走在外面的外围的草皮上面，然后又有一些坑洞。那么在这边诚心的祝福，希望在台湾的各位朋友们可以健康平安。我们自己也经历过很长两个月的足不出户哦，知道非常辛苦，那多打电话关心给家人朋友，尤其是长辈们，在心理上面多给他们一些支持。在家里呢，可以做做运动，然后或者是买一些室内练球产品，跟我们一样。然后别忘了收看美巡赛。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T 的第三洞的开球，开到什么地方？好像是开到了沙坑啊，希望球位还好，希望不要离。离前面的沙坑壁还有一点点距离可以发挥，可是可能没有办法攻国里。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处理。我这个不专业讲评，我们直接来看看。这是我们的好朋友 Jesse， 我们住在他家里面4礼拜。球员已经不用戴口罩，连进场看球的观众也不戴口罩了，因为大家进来的普遍都已经施打了疫苗。现在是 Dolphiner， 他开在球道右边，大家可以看到这球道超级窄。好，我们还要等待一下这个 Austin Cook 的第二杆。
那在这个球场打球呢，其实非常考验选手的短杆，因为果岭都小小的，然后周围的长草很长。那 OK， 现在轮 CT， 这是第二杆在球道沙坑。Good shot， 大家都在讲，我没看到。可是杆地说话了，应该是希望是我现在看到那一个离旗杆很近的球。Good shot。说是大桌吗？短丢吗？那刚好我们现在经过，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边是有洗手间，然后左前方那个有一个大卡车，那个是美巡赛的移动健身房，就是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按摩放松器材，也有健身器材，球员专用。这个 Shot Links 呢，就是我们大家透过这个 PGA 的这个 APP， 大家可以看到球员每一杆就是叫做 Shot Links， 在每一个落点都有义工来这个用雷射计算球员的击球的长度跟击球的位置。OK， 小潘打得很漂亮哦，刚从沙坑击出来，现在还剩下一个下坡，我想大概有。应该是大概八尺吧的推杆，沙坑挤出来非常棒哦。给自己又制造了一个 birdie 的机会。那么大家台湾的朋友们可能都离这个都对达拉斯比较有概念。那其实 Fort Worth 沃斯堡这个城市呢，距离达拉斯一个小时，他们共用的这个 DFW 机场都是国际线的机场，那是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城市。他们的这个德州牛仔帽跟这个马靴是非常有名的，一双好的手工马靴呢，有时候都可以要价就是几万美金。大家不错哦，擦洞而过。今天带着大家来看直播，球场讯号也不错，想说大家关在家里应该很辛苦，带大家来看看球场。好，现在轮到小潘。
不知道有没有人在 Shawlings 看到它的这个推杆剩下多少距离，我想应该还有七八尺吧，一个下坡推杆刚刚从这个沙坑打上来，打得很漂亮。大家加油，我们去年在美国也在家完全不能出门整整两个月。好的，我们现在来看小潘这一个 for birdie 的推杆。Good putt， 抓下很漂亮哦，抓下今天的第二只小鸟，在第三洞一个逆风483码左勾腿的长洞，好球哦！谢谢，有人说了是六尺，太棒了，谢谢 Sam。那剩下是 Dolphiner 的 for 九par推杆。两尺吧。那么风越来越大了，这是殖民地乡村俱乐部算是传统吧，很少不起风。 Good putt。 Alright， 刚刚小潘呢又在第三洞抓下今天的第二只 birdie 咯，应该是有在直播，有这么多人替我们加油。那么美巡赛呢，今年的我们的赛季都是从每年的九月到隔年的八月，所以到现在赛季已经过了可以说三分之二了吧。那么我们也停止开露营车，原因是因为接下来的比赛每一场跟每一场的之间实在是这个距离太遥远，并且又看我写的文章知道这是天气很炎热哦，在那个露营车上面实在是没办法好好休息。那么我们已经打疫苗了，所以还是会好好保护自己，请大家放心。好，现在是在这个很著名的247码的三杆洞。很长的三杆洞哦。不客气，大家加油。球击出，看看 ，set 应该是有上果岭，不知道有没有留住，看不太清楚，应该是还可以，是很长247码的一个三杆洞，左前方有两个沙坑保护着。看到小潘手上拿着推杆，所以刚刚应该是开球上果岭喽。
好的，大家呢在家的时候别忘了锁定这一个博斯高球台哦，他们每个星期都有这一个美巡赛的转播。那通常美巡赛的转播是在都是下午美国时间的下午，所以像今天早上呢摄影师跟镜头还没上班，但是我们要这个多多支持，就是台湾仍然在转播这个运动赛事的电视台，谢谢你们。然后带很多精彩的这个旅美选手的画面，在台湾让大家可以一起帮我们加油。再次谢谢所有辛苦的工作人员，他们也都是常常熬夜要转播，要讲评。那么刚进来的朋友呢，我刚刚想要再重复一下，这一场比赛在殖民地乡村俱乐部。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球场，这是今年第75年美巡赛在这个球场举办。那左边这边刚好我们现在走经过的是球场的练习场。那7:43出发的潘正从已经在前三洞抓下了两只小鸟。那么在这个247码的三杆洞呢，已经打上果岭喽。直播我尽量努力看看，因为有时候人潮多也会比较困难，然后有时候也有版权的问题，所以有机会的话找机会直播给大家看。我现在站在，我就不再走靠近了，我现在所在站的地方比较高一点，诶，或者是我可以站到后面去。走四洞已经满头大汗了，OK， 好，小潘的球在果岭的右边，果岭上。坐上果岭了，剩下15尺 for birdie。好，现在要推的是在果岭后面的 Jason Dofner。CT 现在剩下一个15尺的推杆，谢谢球友们提供的讯息。大家忍耐一下，我用这个
阳春手机的直播，因为我没有办法带比较好一点的那种好的相机进来。大家可以看这个树梢哦，其实风还蛮乱的。好的，现在最后一个要推的是潘正聪15尺的玻璃推杆。可惜有点流掉了，不过收下一个 part 应该没有问题。Nice part. OK， 现在要来到第五洞，第五洞的开球呢，我没有办法走得很靠近，然后给大家来看看。现在这场比赛就应该是新的，就是扫描 QR code， 然后他就会跟你告诉你很多打这个洞的技巧啊，然后 Pro 跟 Caddy 是怎么看待这一个洞的。那这一个第五洞 OK， 他们现在在非常遥远的远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球场的特色就是这样，每一个洞都是左勾腿啊右勾腿啊，然后很窄，树很多，所以对于打得精准的选手来说，是加上风大打得精准度的选手来说是很有优势的。然后再加上常常会起风，所以选手的每一杆的策略很重要，尤其是在美巡赛的场地设定哦。像他们在抓这个码数的时候，都是一码一码去精确的计算，那常常差一两码呢，就结果都会差非常非常多。好 ，CT 现在仍然是第一个开球，这是一个 par 4。那我刚来美巡赛的时候也很不习惯，动不动就是一些什么480、490的 par 4啊，230、240的这个 par 3。 OK， 小盘这一球开出去是一个好球，没有问题。刚开始很不习惯，现在也很习惯了。那么像很多来美国念大学的选手才也会比较有机会碰到这样子的果岭设定哦，所以球员的这个中长铁杆也被训练的就是击球效率要很好。像过去美国大学校队的好处是他们常常会有比赛举办在这个美巡赛的场地举办，那么虽然说也许球场的设定跟这个美巡赛不太一样，也长草比较少，然后果岭比较慢，但是呢选手呢可以在大学球员可以在业余时期就感受到这个美巡赛举办的场地呢，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也比较可以了解未来自己要这个面对的赛场长什么样子，也知道该怎么准备自己。
所以很开心我们这几年不管是男子选手还是女子选手，有越来越多的选手到美国来念大学受教育，把英文学好，然后同时呢也适应美国生活，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哦。因为球员在球场上要打好球绝对不是很单纯就是打好球而已，因为其实场外的事情反而是很多的。那么大学提供了一个这样训练生活的机会，然后在暑假的时候呢，球员们大学球员就会各自呢去打很多美国各州的这个业余比赛，在这个转职业前呢给自己多做一些准备，然后也在业余时期暑假例如说打个像CT 以前业余时期暑假都打七八场比赛一个暑假，所以也算是一种训练，就是真的像职业选手一样一个人然后带着行李一场接着一场这样子旅行生活，要洗衣服，要自己找吃的，然后要怎么调节自己的心态跟体力，然后怎么面对低潮，怎么处理在自己打好的时候的情绪，这些都是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哦，要去学习，要去训练的。好，这个洞我会走的离球员稍微的远一点哦，因为我不能它的线拉的比较远。我们会走到这个练习场的旁边。那么像这些在城市中，就是几乎在城市中心的这些球场都是很珍贵的哦，土地稀少嘛。好，我要开始走路了，所以大家忍耐。那几座比较知名的在城市里面球场，除了这一场殖民地乡村俱乐部，那最有名的就是在洛杉矶的这个文艺复兴吧，翻译应该是文艺复兴俱乐部。很好，小潘，这个洞开球不容易，右边是 OB， 然后很窄。那左边可以看到大家看到这些长草，那么男子美学赛呢这几年当然技术科技也有进步，然后大家会发现像上一周50岁的 Phil Mickelson 赢球，这就是男子美学赛目前很越来越竞争的原因哦，就是年轻人打得越来越好，然后呢还有很多40-50岁的老将了都还可以赢球，所以打到40岁都还不退休，然后他们又经验充足，所以占据了这个美巡赛很多的位置，竞争越来越激烈。好，剩下来应该还蛮长的，这是一个长的 par 4，反正从第二杆，我这个角度是看不到果岭的哦。希望是一个好球，我们来看看，看起来球往左边去，看它的反应，根据我的经验来说不是特别满意。不过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希望是一个好的球位。对，这个地方起风，风很大，而且它的风向呢，通常是它是不稳定的，是一直在像在旋转一样的。像上一次在这个富国银行锦标赛那场比赛，也有一个过水的三杆洞嘛，然后
大家都觉得说，哎，有些三杆洞怎么选手们都这么短的球洞，然后都还下水啊，或者打不上果岭。可是就是风向其实影响很大，有的时候本来是逆风，然后一瞬间改为顺风，那可能本来是一个很满分的球，但是因为顺风的关系，就算它上果岭的落点呢是在这个果岭上面，但是因为是顺风，那个球整个被压下去的力道跟那个进入果岭的角度不一样，那以美勋在果岭的这一个设定，它很容易可能就变成一个下水的球。不过这个时候当球员呢，就要赶快让自己恢复过来哦，因为如果自己有好好的执行呢，就不要太尽量的把灾难降到最低，然后要赶快的让自己的心态可以恢复过来，毕竟都还有很多球要打，然后每一杆的这一个影响也都很大，不要因为一点点的失误，有些球员可能会觉得，甚至我们业余在打球都会觉得，我明明打了一颗好球了，然后却因为外在的因素或是一个不好的弹跳，然后造成不好的结果，那如果为了这样耿耿于怀，只会影响到自己接下来更多的执行。所以我想当高尔夫球选手或是打球的球友们都知道，这是一门修炼哦。好的，我们现在继续前进到果岭上面的这个地方，因为都是树，所以我的视线不太好，看不到刚刚球的落点在哪里，我们赶快前进来看看。那么早上来看球是很舒服的，因为天气比较还没有真的这么炎热，然后观众也还没有进来，尤其是星期四，所以算是像走一个大公园一样。好的，哇，不知不觉我的手机已经只剩下33%电池。那另外也有版权的问题呢，所以在这个洞之后呢，我们今天就先直播到这里。那么在这边给大家加油，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我们先大家一起给 CT 加油，希望这个洞可以很漂亮的打一个 up and down， 可以好好的救下这一颗球哦。CT 看起来是在，还在走，你在沙坑，在哪边？来看看，让我快速奔跑。结束直播前来拍一个靠近的，好球，非常漂亮哦 ，good shot！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果岭边的长草密密麻麻。就刚刚提到，在这个球场就是短杆很重要。
going. OK, 就像刚刚 CT 这一个，他应该是弓着旗杆来的，所以等于是 miss, 就是失误在短边，没有上果岭。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距离旗杆的附近又很短，所以根据我的猜测，他刚刚应该是用他的64度挖旗杆，从这个长草里面挤出来一个应该是 tap in for par 的球。所以呢，我知道台湾很多球友呢，大家现在没有这个球可以打哦。不过其实有很多高尔夫的练习 ，CT 在这个潘特西系列里面，他都有介绍，有很多的有一些练习的技巧，或者是可以在家设计一些简单的短杆的工具，就可以在家练球。然后呢，其实要他常常在讲，要这个降下来杆数最好的方法就是勤练各位的短杆，因为业余球友们其实都花了很多时间呢在练习场打长杆，那打短杆练习短杆的比例是很低的哦。他的四支挖旗杆应该我记得没错是4652 59跟64，但是他的52跟59好像有调整一点点杆面的角度。然后另外讲到短杆呢，就是如果有一些家长正在让青少年选手学球，CD 常常说鼓励大家真的让孩子多练短杆，因为短杆的手感是在青少年时期培养的哦。通常这个刚刚提到短杆就是青少年时期 CT 说他看到例如说青少年时期短杆就打得很好的选手，通常就是一直这个礼物会带着他一直走到职业，但是如果青少年时期短杆不好的选手也常常很难在之后就是弥补过来，常常青少年短杆不好打职业以后也短杆不好，所以就是不管如何大家都要练短杆，很重要，要说三遍哦，练短杆，练短杆。Good part. 好的 ，CP 现在要打他的 for par 的推杆。好的，潘正从在第五洞呢，很漂亮的 up and down 救下了一个很精彩的 par 哦，大家可以看到长草在这边，然后他刚刚其实是一个短边的旧 par。切杆，然后现在最后带大家来看这个第六洞的开球。跑跑跑跑跑！It was a nice save.
看到这是一个406码的 Part 4，一个小的右勾腿。OK， 应该还没有，还好。他一直盯着球，希望，好像不太高兴。不过 ，anyway， 打球就是这样子，解决每一个问题哦。那我们直播会在这一栋结束。那么大家可以看看潘特西。那么在家里呢，也可以做很多的练习。大家加油。然后在这边谢谢大家，潘特西的这个。每一笔广告收入呢，都会直接进到潘正聪基金会，帮助台湾的青少年选手。我们已经收到这个 YouTube 的寄来的支票了。对，是一个设定 part 70。那美巡赛很多时候会在比赛的时候把球场调整成，就是把有一些五杆洞可能对职业选手来说不够有挑战性，改成这个四杆洞。OK， 好的，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在这边大家早点去睡觉，然后早睡早起，可以做一些核心运动，可以做一些伸展，保持身心的平衡，在这边给大家加油，我们也会继续的努力，那么小编有机会会再努力直播给大家，谢谢大家，晚安。